店大人，我要冻死了，快去生火。地底下怎么生火呀？我叫18号，是一名电脑人。最近听小伙伴说，雪地地图的温泉旁边出现了一个遁地 bug， 所以今天我就和电脑人特地来这里了。是的，到了，就是这里。首先变出一个滑板，然后在宝箱的这个位置点击使用，再点击下车。顺利的进来了。喂喂，电脑人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在地底下呢，王老师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测试的 bug。我也想下来，快教教我。好吧。一番周折过后，我和王老师一同进入了地底。不过我也发现，虽然是无敌的状态，但是打出去的子弹根本不能造成伤害，而且暴风雪马上就要来了。是啊，电脑人，我要被冻死了，这个 bug 根本没有用。别急，王老师，我知道一个生火的位置，就在这里了，隧道附近的底部，有可能是因为房间的穿模，所以这里可以生火。是啊，真是温暖啊，不过好像完全没用哎。没错，如王老师所说，这个 bug 既不能打人，又不能随时随地生火，而且最后也会被信号圈淘汰，实在不知道有啥用。哎，过几天就把它封掉吧。对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想要检测的 bug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，18号会去一一查证的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